沙滩巾从后拿到前边，今天教大家一款很鲜很鲜的地方，系扣打结固定，固定好之后下边放开，然后翻到上边，翻到上边，翻好之后呢，拿过来，它俩相交打结系个扣，这边呢也给它打结系扣，打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很鲜的感觉？翻好之后可以这样，用手提着都可以。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它斜背，背好之后是不是很漂亮呢？